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今天我们要一起去探索历史，但不是一般的历史，而是关于生日的历史。你要知道，历史不仅仅是时间轴上的日期，更是关于那些经历过这些日期、塑造了这些日期的人们。还有什么比记住他们来到这个世界的那一天更好的方式来纪念他们呢？所以今天我们要庆祝一些在9月7日出生的杰出人物，从皇帝到作家，从象棋大师到经济学家，我们将看到一群形形色色的人物，他们每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在这个世界上留下了自己的印记。准备好探索这些迷人人物的生活吧，也许仅仅是也许，你会在这个过程中对历史的复杂性有一些新的了解。让我们开始吧。我们的第一站是十世纪的日本。在政治动荡中，一位以力量和优雅著称的皇帝登上了皇位，他就是日本第61代天皇朱雀天皇。想象一下，九岁就继承了一个王国，面对政治不稳定和权力斗争，这就是朱雀天皇的现实。尽管面临挑战，但朱雀天皇，他的名字意味着朱雀，一种与火和南方有关的神鸟，他努力为日本带来稳定。他的统治虽然短暂，却标志着一段相对和平和文化发展的时期，证明了即使在最动荡的时代，一个人也能有所作为。接下来我们去到16世纪的英国，一个宗教巨变和民族认同萌芽的时代。这个时代见证了一位女王的崛起，她将成为一个偶像，一个力量和独立的象征，伊丽莎白一世女王。伊丽莎白被称为童真女王，她的统治以政治手腕、宗教宽容，当然是在一定程度上，毕竟那是16世纪，以及英国艺术和文学的繁荣为标志。想想莎士比亚、马洛、探险和殖民，这是英国真正立足于世界舞台的时代，而伊丽莎白则是掌舵人。但伊丽莎白的故事也是一个人的故事，充满了挑战、胜利，也许还有一点点心碎。我们将深入探讨这一切。从英国宫廷，我们将目光转回到日本，这次是江户时代。在这里我们遇到了德川家康，德川幕府的第四代将军。家康继承了权力的遗产，他的祖父是统一日本的著名人物德川家康，但与他的祖父不同，家康的统治以致力于和平与稳定为特征。他专注于巩固幕府的权力，实施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秩序的政策。虽然他的统治并非没有挑战，但家康对和平的奉献为日本史无前例的繁荣和文化发展时期奠定了基础。第四章，布冯，为自然分类的人。我们的旅程现在把我们带到了18世纪的法国，一个启蒙和科学好奇心的时代。在这里我们遇到了乔治·路易斯·勒克莱尔，布冯伯爵，一个好奇心无穷无尽的人。布冯是一位博物学家、数学家、生物学家和作家，是他那个时代的真正的博学家。他毕生致力于理解和记录自然世界，创作了一部开创性的著作《自然史》。这部共计36卷的巨作是一部 comprehensive 的自然历史百科全书，涵盖了从矿物、植物到动物，甚至地球本身的形成等各个方面。布冯的著作为现代自然史奠定了基础，影响了几代科学家，并激发了人们对自然世界的热情。这种热情至今仍在激励着我们。第五章，塞博尔·约翰逊，文学巨人。我们从自然世界将目光转向文字的世界，去认识塞博尔·约翰逊，一位在18世纪文学界占据重要地位的英国作家。想象一下，如果没有字典，英语会是什么样子？在约翰逊之前，这就是现实。他穷尽一生编撰了第一部 comprehensive 的英语词典。但约翰逊不仅仅是一位词典编撰者，他是一位诗人、散文家、道德家、文学评论家、传记作家和编辑。他是一位真正的文人，以其智慧、
才华和对语言的坚定 dedication 影响了英国文学的发展历程。第六章，菲利多尔，国际象棋和音乐大师。我们的下一站是18世纪的法国，我们将在这里遇到一位在充满战略性的国际象棋世界和充满情感的音乐领域都表现出色的人，弗朗索瓦·安德烈·达尼根·菲利多尔。菲利多尔是一位国际象棋神童，他在很小的时候就掌握了这项游戏，并成为他那个时代最强大的棋手之一。他彻底改变了国际象棋的战略，强调兵的结构和位置，这些概念至今仍在影响着这项游戏。但菲利多尔的才能并不局限于棋盘，他还是一位才华横溢的作曲家，创作的歌剧在他那个时代很受欢迎。在菲利多尔身上，我们看到了一颗聪明的头脑，他在逻辑和艺术领域都找到了表达方式，这提醒我们人类的创造力是无限的。第七章，约翰·威廉·波利道里，现代吸血鬼之父。准备好进入阴影世界了吗？约翰·威廉·波利道里这位英国作家以其黑暗的想象力创造了现代吸血鬼。波利多利的吸血鬼出版于1819年，他引入了许多我们今天与吸血鬼相关的比喻，贵族的魅力，对鲜血的渴望，以及一种无法抗拒的诱惑。这个哥特式的故事源于朋友之间的一次挑战，其中一位是拜伦勋爵，他为吸血鬼在文学和流行文化中的持久存在奠定了基础。想想布拉姆斯托克的德古拉，这一切都可以追溯到波利多利的创作。第八章，亨利·休尔，一个国家的缔造者。我们从哥特式小说的阴影领域出发，前往阳光明媚的新西兰海岸，在那里我们会见了亨利·休尔，他在塑造这个年轻国家的命运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想象一下，你的任务是从头开始建立一个政府，这就是新西兰第一任总理休尔所面临的挑战。尽管他的任期很短，但休尔为新西兰的议会制度奠定了基础，起草了立法，并克服了建立新政府的复杂性。他的遗产深深地铭刻在新西兰的政治版图中，证明了那些致力于公共服务的人所产生的持久影响。第九章，赫尔曼·海因里希·戈森，理解价值的经济学家。我们的旅程接下来将进入经济学领域，在这里我们将遇到赫尔曼·海因里希·戈森。这位普鲁士经济学家的著作虽然在他那个时代没有得到赏识，但却为一项基本经济原则奠定了基础，边际效用。戈森的思想虽然复杂，但其核心是一个简单的概念，我们对某样东西的价值取决于我们已经拥有了多少。想想看，第一块披萨很好吃，第二块仍然令人满意，但到了第五块，你可能就不会那么享受了。这就是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在起作用。戈森的著作虽然在他有生之年被忽视了，但现在被认为是现代经济学的基石。这提醒我们，即使是最具 groundbreaking 的思想，也需要时间才能得到认可。第十章，黑森·卡塞尔的路易斯，欧洲之星的女王。我们的最后一站将前往19世纪欧洲皇室的中心，在那里我们将遇到丹麦王后黑森·卡塞尔的路易斯。想象一下，成为一个注定要统治多个国家的皇室的女家长，这就是路易斯的现实。她的孩子们分别登上了丹麦、希腊、甚至英国的王位，这为她赢得了欧洲的婆婆的绰号。路易斯的故事让我们得以一窥皇室生活的复杂性、权力和影响之间微妙的平衡，以及家族遗产的持久影响。结语：历史书上的生日。好了，这就是今天的内容，我们得以一窥十位出生于9月7号的杰出人物的生活，从皇帝和王后到作家和科学家，我们穿越时空
探索了那些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塑造了历史进程的人们的遗产。但我希望这次旅程不仅仅是一堂历史课，更希望它能提醒我们，历史是由一个个故事组成的，每一个故事都复杂而迷人。它是一幅由无数条线编织而成的挂毯，每个人的生命都为人类的宏大叙事做出了贡献。所以，下次你吹灭生日蜡烛的时候，花点时间想想那些与你共享特殊日子的人。记住，你也是正在创造的历史的一部分。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别忘了点赞、分享和订阅，以获得更多历史见解。下次再见。